192公分，韩国欧巴和最萌身高差，女儿爆红网络。腿超长爸爸和呆萌女儿的日常甜到妈妈都要吃醋了。男人最温柔的时候，大概是从遇见他的前世小情人开始的吧。高颜值长腿爸爸和呆萌女儿，这个强烈反差萌的父女组合红遍 IG。 爸爸 John Wayne Kim 是个韩国模特，身高192厘米，身材爆好，肚脐以下全是腿。然而如此美好的人生也会有遗憾。1992年出生的他经历了一次失败的婚姻，爱情走了，幸运的是女儿 Jeon 来到他身边。有了 Jeon 之后，爸爸住时变成女儿奴，去到哪都将女儿随身携带，分享的照片也大都是与女儿的生活互动照。他尽力给女儿最甜蜜的呵护，陪住女儿一步步成长。得到爸爸的无限宠爱，女儿自然也很黏爸爸。爸爸认真工作的时候，女儿吸住奶嘴，乖乖做主不捣乱。最温暖的地方就是爸爸怀里。你哭，没辙了，我也哭算了。坐在洗手盆的 Jeon 呆萌可爱。妇女日常搞怪系列。嘿嘿，小天使在乐什么呢？爸爸喝酒，你喝奶。咦，还多了一只手。没错，长腿爸爸再次名草有主了。这次爸爸收获了貌美腿长的妻子，女儿也有了温柔可人的新妈妈了。父女温馨有爱的照片都是出自妈妈之手哟。妈妈对女儿也是疼爱有加，据说在家都想住抱小孩。妈妈还经常给女儿定制服装，必须美美搭。母女俩的互动有趣可爱。亲子装，亲子鞋，从照片中就能感觉到一家人满满的幸福感。一家人的合照，
足以秒杀很多明星家庭节拍了。两人的婚礼，女儿还做了花童。给予孩子无私的陪伴，目送助他成长，那些一起经历的平凡日子，大概就是回忆里最坚实的东西了。就像长腿爸爸说的那样，是孩子教会了我如何去珍惜和你们一起创造的回忆，也始终在我心里闪入光。成为生活家，永远都不会太迟。